有一个记者，伊记载一段话讲，今年的二二八，或者是2005年的记载，今年的二二八，恁家乡的大查某囝冠军，啊，甲伊的安塞，伫律师礼拜中弹琴唱歌，家己所做的一段啊一首诗歌，讲感谢伊。伊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全场的人啊，遐个亲戚朋友。留了真感动的印象，有真感动，啊，互伊流目屎。总是这种查某囝冠军，就是这个国宏台视这个查某囝，伊嘛是用同款的笑容来面对。咱看见伫冠军的心中，这个面向的大查某囝心中，伊永远显现出伊丰盛的生命。应该是27年前，这个。在黑暗内面，还佫带伊活的这个生还者，伊早就已经用伊的生命，已经转换的生命现实，为着家己，为着厝的人，为着社会带来的一个饶舌的模范。当这个冠军伊面对家己的亲人，佮面对家己这个这么重大的苦难的时，我相信伊，然后真愤慨，然后真愤怒、痛苦的过程。刚开始，伊接受圣经的时，伊读圣经，伊不断在质疑讲：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为什么主耶稣会当饶恕遐个甲伊钉伫十字架顶面的人呢？伊心中有侪侪的怀疑，总是主耶稣给伊一个真好的模范。信心帮助伊，互伊快乐，互伊会当行出心灵的伤害，对受气中来行出来，互伊得到生命，互伊得到伫耶稣基督内面对死个爱快乐，转化伊生命形式，活出丰盛的生命。而即摆咱伫咱的生命的过程内面，是毋是也捌做真正去拄到无多去外面的人？我相信每一个人。若是你若是甲别人有关系的人，拢会去经验到即个无法度原谅，也无法度去赦免的功课。恳求上帝通过今仔日的话，搁一届对咱讲话。主在文的第六句话是啥物？主在文的第六句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。我有一个捌一个教会青年，伊大概若是亲像咱拄仔聚会，咱伫天主内面，咱讲用咱即时用主教是咱记得问，咱做伙来记得，伊同我讲啥物，你知影？伊大概记得下面阮的姑父亲像阮娘，下面姑父的人的时阵，伊像安怎？用跳过，用点点，伊讲做袂到，无爱念。总是迄个怎话？你相信，当咱你宣告出来时，上帝就要予你开单，赢过这个考验，好无？勇敢改掉，勇敢改掉出来。中文讲，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中文反正欠债的债。啊，代志是反正辜负，意思是共款的，咱欠亏上帝的债，也是讲咱辜负上帝。这拢在只是讲咱亏欠上帝。我讲后面十一章第四节咧讲，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也赦免竟然亏欠我的人。我想无论是债、过犯、辜负、罪，拢是咧讲咱。犯了错误，得罪上帝。最后说，爱咱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亲像我也赦免别人的罪。那安尼，有啥物咱要来学即、个赦免的功课？圣经内面讲，你若伫地面上所捆绑的，就无法度伫天顶得着逃跑，是无？我期待咱伫地面上，我用伫。伫真事，特别伫真事顶面，伫咱个心理顶面，咱会当得到逃亡，得到自由。
为什么咱咧学习下面的功课，第一，这关系着上帝。下面咱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耶稣教是咱记得了后，伊接续讲：恁下面人会罪过，恁伫天的爸也伫下面恁的罪过，恁若无下面别人会罪过，恁的伫天的爸也无要下面咱的罪过。这看起来，那亲像上面下面的罪是有条件。罗马书三章第十八节也讲，伊毋是讲。啊！人因为信，互相地称罪义，不是靠着行为吗？那咧有啥物咱无饶恕别人，上帝就无饶恕咱呢？不是上帝会听有条件，也不是耶稣基督救恩有条件，是咱伫咱的心内内面听到分无法度相甲做伙。听甲分无度相甲做伙伫咱个心内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：听人因无惊吓，听，若完全就惊，甲惊吓躲去，因为惊吓内面包括着刑罚。惊吓个人伫听内面袂得着完全。咱听是因为上帝先听咱。人讲我若听上帝，佮分伊个兄弟。这就是讲袂差嘞，无听伊所看见的兄弟，就袂当听袂当看见的上帝。听上帝也应当着听兄弟，这是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命令。万分会予咱原来上帝予咱的听，到下面的稳定拢失去。为虾米要学习听？第二，上为虾米要学习下面？第二，上帝是咱最大的审判者。上帝是咱上大的审判者，咱做伙讲，上帝是咱上大的审判者。有时你感觉一项代志真正无法度去解决，总是你有学习听候，互上帝来处理无？通常人拢是用外表行为来判断人的好歹，总是耶和华看人的内心。撒母耳上卷十六章第七节讲，耶和华。无亲像人看人是看人的外貌，然后来看人的内心。亚利米书十一章二十节，讲耶和华照着公义判断，查验人的心腹心肠。但是话上帝是在看咱的动机。咱伫报纸还是电视新闻，拢有咱常常拢能看到啊，囡仔吼，老爸老母虐待的情形。这种情形伫内在伊伫咱伫教内面伫内在伊伫咧处理内面，咱拢知影。通常即个对囡仔无好的爸母，通常因个原生的家庭，就是讲伊的童年、伊的细汉的生活，拢有一个啊，踮伫一个无真好的状况内面。啊，有就青年伊少年的时、童年的时，就受到因老母真大的伤害。原因是啥物？是因为迄个时阵，因老母拄拄仔离婚，所以这囝就予老母来饲。总是因为老母担当伤大，即使到原来疼伊的老母，煞变成啊脾气真歹，啊有言语顶面，啊行为顶面会暴力，所以伊就受到老母的伤害。等伊大汉了，知影。我来伊个老母是安尼一个故事，伊才会当真正原谅伊个老母。即位伤害家己个老母，其实伊嘛是伤害者。后来上帝医治了伊，也医治了伊个老母。如果即个青年伊若采取报复个行动，安尼医治是无可能发生个。所以迄个即卖上帝也是咱上大个审判者，咱就毋通为着家己来报仇来报复。因为只有上帝才知影人行为背后的动机，这不是无公平哦。但是话，这不是讲咱无去报复啊，真无公平，是因为这是上帝的疼。如果咱若犯了过犯，得罪上帝，伊会观察咱的动机，观察咱的情况。诗篇九十四篇第一节，咱做伙来看。是迄九十四篇第一节，你甲咱讲啥物？代表讲，是迄九十四篇第一节，
但是你带圣经，咱就做伙来看，讲耶和华啊，你是伸冤的上帝，伸冤的上帝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上帝是光，当咱伊发出光的时，黑暗就倒下。但是话，咱伫咱的内心常常爱甲主撒个结的，你甲主讲，主啊，伸冤在伫你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，亲爱兄弟啊，你唔通为着家己心愿，宁可宁波听主的生气，哦，天平主那种调唔是安尼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心愿在伫我，我要报应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记载着讲。耶稣讲着爱对敌的教导，爱对敌的教导。后、过去我咧传福音的过程，我常常有教遐个不教导，也是讲一贯道遐个不共款宗教的人咧分享。总是伫分享过程，我家分享讲，恁的佛经、恁的经典内面有讲一点讲爱听对敌遐无？讲无咯，较听会着个。爱听个，总是伫基督教的信仰内面，耶稣甲咱讲爱听对的。但是照福音的概念，会当怎样？咱知影伫福音的概念，甲咱讲目睭怎样背目睭，喙齿怎样背喙齿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即句话总是即句话常常互误解讲。就是会当保护的意思，其实毋是安尼。古代中东遐个地区的游牧民族有一个风俗习惯，我即摆中东遐个游牧民族也是同款。若是讲因个遐个饲羊个女性，互人欺负，家族会爱对方用五条人命来抵挡。目睭袂目睭个改变，记载伫出来日记在。二十一章、二十四章，对顶下文来看，是规着人的身体得到其他人的伤害时，会当得到赔偿。如果一粒目睭也受到伤害，就会当要求赔偿一粒目睭的代价。我拍了一粒喙齿，会当用求赔偿一粒喙齿的代价。但是，若我拍了一粒喙齿，袂当要求啊，对方来损失一粒目睭的代价，但是也是讲，互拍了啊，拍断手骨，也袂当去害对方啊来出气。迄种个报复、报仇，是要让对方担着同款的伤害，赔偿是要互受害者了，应该有个补偿的观念。那呢，头先你讲的，就是怨，是出自怨恨。后壁这方面，就是讲到社会公义的规范。第三，为什么上帝爱咱学习下面？上帝愿意咱跟咱的对敌正做朋友，咱跟咱的对敌正做朋友。其实我本身也有这个无法度去听，无法度去原谅的经验。希望对方怎样？吼、哦！伊就得到报应，吼、哦！伊就得到身体的伤害，还是心灵的伤害。咱开车的人，咱拢知，但是，啊、我真正捌听过人个咧，伊开车的中间有人甲你超车，有人甲你超过，然后互你安尼撞一跤，你个反应是啥物？有个人伊就开始骂到骂到迄台车。消失在伊的面前，吼、哦，伊嘛希望迄台车啊，拄着同款的困难。但是话，当我感觉我无法度去听的时阵，无法度去原谅的时阵，我感觉上大的损失是我家己。我唔知恁有这个感觉了无？上大的损失是我家己。嗯，感觉就好算，对方我无感觉伊是伊已经啊。予人造成着伤害，总是阮咱搁艰苦伫心内。
后来我知影，我会学习讲，将这个事完全交托给主，伊就伫咱个对点面前开始联想。开始话，你愿意每一天甲你做伙工作个人，也是朋友，伊诚做你个对点啊，对点吗？你愿意，你每一天会当看到，也是讲你每一天来到教会看到，是朋友还是敌人？看到伊。就为这边门行过，啊，为这边门行过。哎，亲们，我相信咱教会无这个关系，哈，有啊？无吼，感谢主。诗篇二十三篇，代表所写的诗，二十三篇第五节讲，在我的对敌面前，你甲我摆设下下。有人拢想象讲，在我的对敌面前，你甲我摆设下下。这个图，这幅图的就是讲，代表带领军队去甲对敌前进的时，两边的军队开始前进，都是代表他一点也无紧张，因为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，伊一定会赢，所以伊真悠闲，伊真自在，伫对敌面前伫遐食饭，伫遐排泄一下，敢是安尼？毋是，这两件事是咧讲讲对。对敌的面前摆设宴席，就是跟对敌同的做伙食饭。啊，要跟对敌，跟一个你做讨厌的人做伙食饭，迄个较大、较风险、较青草的菜，你嘛感觉怎？无啥好食吼，无啥好食，无像以前咧食好食。从前遐个怎话？两个当当对敌，三个做伙食饭，就是表示安怎？恁的关系一定搁好，一定搁好。伫中东的地区，阮首人是袂做伙一道做伙食饭的，除非因互相有啥物阴谋、有啥物歹的计划。但是，咱即卖当两个阮首的人做伙伫一道食饭的时，表示这两个人。就好好的可能性，也是表示讲，两个人一定是讲好啊，已经好好了。伫我的对敌面前，上帝我摆设宴席，意思就是上帝予咱甲对敌好好，假设咱的朋友，这也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。第四，为什么咱要学习下面的功课？为着咱的身体好，为着咱的身体。如果有一个人来找你，跟你讲，伊受到的委屈啊，甲一挂啊真愤怒的代志，你通常会怎样安慰伊，怎样鼓励伊？啊，有一个人来讲，哎呀，忙丢了，什么人对我安怎？你会安怎甲伊讲？足生气哦！通常咱会讲，哎呀，莫生气啊，哈，生气安怎？伤身体，生气会伤身体。啊，团队最近啊，一早去检查，啊，昨日去检查讲，啊，已经有心了，所以啊，感谢主吼，感谢主。所以哇，我最近咧向师长讲话，伊就特别温柔，伊知影讲，唔当生气，吼，有当时啊，人讲话分贝较悬，迄个声悬。啊，我就讲啊，哎，那个人说啥？总是即摆拢免讲，即摆伊就知影讲啊，袂当互我生气。所以，但即摆生气会伤身体，生气真正伤身体，生气真正会让身体来影响嘛？生气真正影响身体健康嘛？医生拢知影，大家咱嘛拢知影，真侪病痛甲心。心内面的状况拢有关系，胃痛、消化不良、偏头痛。那根据迄个吴神父伫台湾的迄个脚底按摩的经验，伊嘛咧讲有当时啊关节炎甲无疗效无关系。这有出一本册吼，有当时啊咱，除非讲你是迄个骨伤还是怎样，总是捌有调查讲关节炎甲无下面人无关系。无啥物人心内就充满迄空洞，充满啊
真袂当袂啊，真一个怨恨的心伫内面。啊，无好的情绪也会造成伊个免疫系统，咱会抵抗力来降低。咱身体会抵抗力来降低，咱拢这是真容易让遐细菌来进入咱个身体，因为咱每一工拢爱吸啊食，食许真侪有细菌的物件，佮甚至是病毒。但是，即个细菌也是病毒，拢会让咱身体的即个免疫系统佮消灭，就是咱的即个抵抗力、即个免疫系统功能，若是降低时，要消灭身体的进入身体内的细菌，也是病毒的能力就会降低，那安尼你就容易破病。另外，紧张的情绪也是来，紧张的情绪也对啊，无少年人来，紧张的情绪也因为咱真容易，无容易少年化人，所以会造成紧张的情绪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保持要保护的迄个状态，迄个心理状态，要保持要保护的观念，就是讲你得罪我，我来保护是安怎？合法的、好合理的，然后然后呢，你就必须时常爱去想讲要来保护。那怨仇、怨仇的心，就伫咱的心内，咱来咱家庭。当你拄到这个人时，啊，这个上讨厌的人时，伊安怎？你的心跳是安怎？加速哦，愈来愈紧哦，心脏痛愈紧，啊，心脏在跳愈来愈紧。这也无怪有人气干嘛，心脏比发快吼，啊，心脏比发快，真无多来控制。你知影，像即卖经过医学的研究，当一个人进入无好的情绪的时，比如讲紧张，还是生气，还是真愤怒，种无好情绪是，我拄仔讲个，咱规个身体遐个免疫系统是，讲遐个抵抗力拢会降低，然后呢，咱个内分泌就失去啊失调，影响着咱个身体。加太师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，讲到属肉体个事有十五项。我甲伊看，其中有七项甲生气有关系。这七项就是结怨仇、三尖、怨恨、生气、激动、分明、怨妒。即个属于肉体的情绪，即个情欲，拢是抵挡性是伫咱心中在做工的一个啊真无好的情绪。但是话咱。种什么就会收什么。到太师第六章第七十第八十讲，唔通家己欺骗家己，上帝是袂当互你欺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你若顺着情欲也种子的，你就要对着情欲来收出败坏。顺着顺探现行也种子的，要对现行得着影响。种了。你种怨仇，就要收怨仇；种了怨恨，就要收怨恨。那即卖，你要种的是啥物果子？人大汉了后，若回顾细汉，父母会对咱的无好，一时咱有感啊，想过去就煞，我无阁想去啊，因为安尼就过去就好啊。就是现在即卖。毋是安尼过去就好啊，是怎样会当安尼过去？是因为耶稣已经担当咱的伤害，咱做伙讲，耶稣已经担当咱的伤害，耶稣已经担当咱的伤害。做伙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你若毋知影，但是话你若毋知影耶稣。耶稣的疼到底是偌疼？你就来看这个经章，你就来看这个经章。你若未较真，你的信仰较真，无法度去体会到耶稣到底偌疼咱，互你无法度去每一礼拜拢来敬拜伊，互伊。你毋知影为虾米要来礼拜？为虾米？为虾米基督徒要来礼拜？有人要庆祝？
着更新，得着赎回，所以这是一个行动来见证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但即款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，伊讲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互咱的痛苦。伊若是伊有着咱的过失受伤，有着咱的罪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着医好。耶稣伫十字架顶，毋是救赎咱的罪孽，伊担当咱的心灵甲身体所受着的伤害。我们将这个救恩当作是白白稳定，咱就感觉咱就是啊。白白领受了听，咱来回应上帝的听，咱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耶稣伊做会到，伊伫十字架顶会当赦免你遐，伊讲啥物？讲白啊，赦免你，因为伊所做的安怎，伊毋知。起码，这个赦免的功课，同款也要放伫咱的内面，互咱会当得到祷告。耶稣讲。伊来为着要互受累的人得到逃跑，互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。但是话，当咱无愿意赦免别人，无愿意赦免家己的时，就是互遮个愤怒、怨恨来捆绑，互怨恨来压制，将你的怨恨交托给耶稣，放弃你生气、怨恨的权利。你所受的、受到的伤害，耶稣已经受了，为着要予咱得到完全的医治，所以咱无去继续将怨恨放伫咱的心内，这是撒旦的诡计。但是嘛，唔通阁将怨恨放伫咱的心内，这是撒旦的诡计。伊爱你怨恨，那呢，伊就会当破坏你甲人的关系，破坏你甲家庭的关系，破坏你甲上帝的关系。撒旦他是真正，咱会对敌，咱唔通互伊欺骗。只要你将怨恨放伫十字架顶，耶稣已经有着你担当了，当你。来到十字架顶，你登到咱十字架的头前，你甲耶稣讲你所受着委屈的事。当你活一生离开十字架的时，你就要成做自由的人，你要带着平安甲喜乐来离开。但是话，每一次来到教会时，若是你心中，想到你甲什么人的关系无好，咱先为着伊祈祷，上帝会改变，佫会加倍赏赐予你。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愿意赦免迄个甲我无好的人，甚至是伤害我的人、得罪我的人。那呢，上帝就要医治你的心。咱看到林明雄的查某囝范军。真正对饶恕中的生命来得到欢喜，得到丰盛。伫服侍，但是嘛，伫服侍过程内面，伫教会信仰生活内面，实在咱有看见真侪人，因为因愿意饶恕别人，所以因会做得到赦，也是得到赦免，因也得到更新，因的生命也成熟。长期的悲痛，也会得到医治，心内面的痛苦。也要得到逃跑，而且咱也知影，饶恕别人，咱就要得到上帝的饶恕。咱做伙来拍拼哦，咱的生命更加鲜血，更加热烈。上尾啊，咱要甲咱朋友有几项下面的祈祷，咱会当做的，就上帝下面咱的生气，就将迄个生气放伫十字架顶。不要所甲咱带走，用下面的疼来取代遐伤害。第二，爱互耶稣的名下面遐伤害咱的人，因为我拄仔讲，既然伫地面上所捆绑的，伫天顶也要捆绑，
竟然地面上所偷放的，在天顶另外偷放。第三，求上帝来赦免迄个伤害咱的人，求上帝去赦免伤害咱的人。第四，求上帝祝福伊，就亲像上帝祝福伊同款。第五，求上帝赦免咱，捌想要报复的念头，求上帝用耶稣基督宝血来洁净咱。马太福音第五章。三十八章讲耶稣无爱咱报复，无爱咱怨恨对敌，伊爱咱为着对敌祈祷，爱听对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阮人有生命、有情绪、有感情。总是主，我知影伫人际关系顶面有时。人际关系的伤害、破碎的关系，常常是阻挡阮甲你的关系的一个功课。总是主，阮伫你的面前要求你将你的下面人的稳定收束予阮。主，阮凭着阮家己无法度做到。主，阮恳求你会疼靠伫阮的内面，予阮学习这个下面的功课。然后呢，阮相信阮的罪就要得到逃跑。阮的病痛就要得到医治，阮的家庭就要得到疼，得到自由，得到和谐。主，阮也恳求你将这个疼互相赦免、互相接纳的关系，这个气氛放伫阮的教会内面。主，互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拢知影，阮是同款受着上帝你赦免的罪人。主啊，然后呢，阮就要更加彼此相疼，彼此用你的疼来相款待。愿主你赏赐阮气力，主你也医治阮当中有心内真正拄着忧郁、拄着痛苦的兄弟。主啊，你用你是袂过顶过我的气力，互伊得到逃跑，互伊伫你的内面得到自由。主啊，一切啊情绪顶面的忧郁，完全来得到逃跑。祝你的信心甲你引穿，祝予阮受着你的疼惜，拢要因为你的话语得到鼓励，因为你心主丰盛的生命，予阮就要去见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帮助阮伫你的内面得到更新，予阮常常认家己的罪，也愿意赦免别人的罪。主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将一切荣耀、冠冕、荣光拢归予你。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